来，慢点拿，来。刚刚存这尔啊？你就讲对咩？你这久无讲迄个梗啊？后边阁有老西老三讲，这久无讲。哈哈哈！这久无讲。来，给你。来，虾子阁下来来。来，大姐啊。你有人问你们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啊？这个。5000块。大概。可以赚一份麦当劳早餐。88了。你在直播给你家里看哦。